Good afternoon,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各to 位all 早of上you.好，各位晚上好，大家好，我叫 Steve Jarvis，我是在这边国际能源署的石油组专家。我们现在来看石油的统计，我们会跟 Julian 本人一起来介绍这方面，Okay, thank you very much,跟大Steve. 家介绍这方So,面as的you内mentioned,容。好，徐亮有请。and myself were responsible for annual or statistics at the IEA. 我们And和what we 谢 will 杜都 do是 is to have a在short presentation about the main trends in oil prices国际globally. 能源 I know you're a署senior的CFO, 年度问卷调查组 so 的人 I'll leave 员，the statistics我们会介绍一些 to the 关IEA 键的统计 team 数 that 据概 is 念，collecting the annual oil statistics. 让大家在 They 采 will 集数 cover据上更清楚。three topics we're going to cover today. 这边有三个So,主要as you的can see,主题。Sedu is here too. So, if you have some Cdo questions, 也在这边，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 Sedu 以 will be在present群组里for面the提next出。之 30 后，minutes, which you can use to ask我们这questions and个then介绍大概是15分钟的时间，之后大家we'll有do发问的机会。So, first, a few points about首先，the main trends in the谈主markets. 要的As石you油see市from the场latest data we趋have for势。2021, 最近是来自于2021年的数据，因为我们2022年的数据是7月才会出版，我们有一些未来的趋势的分析。我们看50年前到现在，对于石油的占比，能源占比呢，不断减少。全球的能源供给增加了，是过去的2.5倍，但是它在过去可能是占到快要一半，现在大概是25%左右，30%左右，它的增长速度明显的放缓，比起其他的能源供给的话，在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的变化，比如说主要的产出国的这六边，右边这两张表格的左手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现在是全球首大的石油生产国。在根据10年前的这个情况呢，是有所不同。大家可以看到炼油的产能。在长期来看呢，当然，在过去10年还是以增长的势头。Small decrease in intake and output during the COVID years,那but它的，it's still now back on the growing trend for 21,那and we现can在呢，see this在trend. 2021年 So this到is二二from年呢，还是处于增长的趋the势。demand side. 这是供应面，在需求As面，you can see, the demand has also grown a lot. 需求面。It is mostly也是不断的在增oil长，sector在过relied去on这Asia. 三年 Trading 来，sectors, of course, the main demand主sector 要is来iron讲，ore, as you know,它的驱动市场还是亚洲，the road sector. 那以行业来讲，还是 Trains 以 are陆运 primary,作为主要的驱动trains, we can行业，这是一些基本focus on的the一oil些趋market.势。Now, dig a bit much deeper in the main concepts再深入一点分析一when些talking关键的about oil. 概念，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You would probably have to know it's第一个概念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ducts. 是So一if次油产品和二次油产品。screen左the next边的这张图表，of course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的一次产品，the oil that当is然包generated括了原油。from the earth. And we also have condensate, which has它been直接produced from从底层里面gases指出来such的。as接methane,下which来is a是crude oil, and凝聚sugar剂。products,还有天然which气，are estimated as primary products because they go back to the reaction一些chain剂，and还有这个合成的原油、products, which are secondary页岩油等等。products, which are第二次产品呢，different again. 它是作为炼Talking油about的炼油过all程的the这个secondary products that you净see量。那么在大家右边可以看到，所有类型的二次油产品有很多不同的产品。specification, 当然，它包括depending根据不同的炼油methane,厂，又可以gasoline,做不同的，benzene,比如and说也also包括天然the气。non-energy products you can see on the right,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也可以看到，比如说这边的这些油漆溶剂油，它虽然呢不是能源性的用途，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计算在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产出。那么讲一下 condensate 这个凝聚剂，这凝结水它是从有这个油田的覆水，还有油厂覆水两种。那从它的物理学角度来看，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石油是怎么来。当然要了解到它的密度。大部分的油它与比水轻，但是不是所有的油类产品都是这样的。现在可以看到 EAPI，这美国石油协会它所进行的一种测量。和它的这个指标系统，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些油品，它是比油的密度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油的特性是，它的含硫量。大部分的，这些硫呢，它都必须要，从产品当中，原油当中被分流出来，让我们的石油才可以使用。第三是，在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指标是它的能源含量。也就是它从量到值的转变。所以对于油来讲，它应该是要根据不同的油类呢，它的热值是不一样的。大家在右边这个表里可以看到。那讲到油的分类呢，有几种。大家看到右边，这边有不同类型的产品，根据不同的这个炼油过程。那么我们虽然每一年针对市场收集数据，但是我们看到在炼油的产能上呢，它是非常稳定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炼油厂。根据国家的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稳定的。在介绍了主要的概念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看石油本身，它是这个供需的平衡。首先，它当然是在本地生产的，作为一个生产的源头。如果这个国家它是否生产，这边给大家一些例子，比如说从油井生产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天然气凝析液。和覆水等等呢，我们都必须要纳入这个数据的采集当中。第二个是来自于其他来源的石油，比如说生物、燃料等等。当然，它也会受到贸易的影响，我们要考虑到贸易进出口，还有我们库存量的改变。然后库存的累积和库存的消耗，当然也非常重要的是
这个二次产品，就是经过加工了以后，精炼了以后的产品。还有一些是油呢，它是会直接被使用，它不需要经过精炼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发电用的燃烧用油就不需要精炼。还有一些产品的转换，它根据特别的一些技术标准，它可能会转化成其他的形式，或者是变成生产其他产品的原料。然后，当然它会原油会输入这个精炼的过程。那么，在这个炼油的过程呢，大家会看到，当然我们这边有输出。那么这时候呢，有二次产品的品类之间的转移，有的时候可能是产品品类的重新划归，使得产品的品类出现了一些改变。但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间转移都是有可能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煤油变成汽石油，或者是石脑油变成汽油是有可能的，但是不太可能液化石油气变成燃料油。就是有一些产品间的转移，它从物理学的角度是不可能的。那转移之外，还有来自于一次产品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生物汽油或者是生物柴油，它是在炼油的过程之后才混配的，而不是在炼油之前混配。另外的话呢，就是再回收的产品。还有了一点，就是从核算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国际海运加油，主要是谈的是国际航运这一块，它没有被计算在国家的供应产量当中。当然，在经历了贸易的阶段之后，库存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从供应的角度去看石油。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一样，可以从物理的角度去分析不同的进程，取决于你的单位是多少，是用体积还是质量。那么一个转换进程的效率不可能100%，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转换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损耗。可是，如果是看体积的话，有的时候体积反而是会增加。比如说，在做了炼油之后，原来体积较少的一个产品可能变成体积较多。简单的说一下国际航运这个方面的状况。我们不把它包括在国家的供应量上，但是国际航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对于石油全球需求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它并不计入到国家的石油供应量当中，因为这里是按照国际标准再去做这样子的操作的。刚刚我们讲的是供应方面的情况，可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在需求方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用途都是需要去使用石油的发电，比如说原油是可以直接燃烧发电的，国内的航运、水运、公路、道路的运输，还有其他一些非能源使用，比如说石油沥青、润滑剂、石蜡等。那我们想到了石油制品的主要概念，还有一个炼油的过程。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讲具体的四点。这四点内容，是你在去报告石油数据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第一，我们来
快速看一下我们的问卷的结构。大家等一下就会看到问卷的情况。Cedar 和我呢会带领大家做练习，有几个表格。第一个表格呢是一次产品的供应，也就是炼油之前的情况。第二个表格就是 2A 这个表格，它是二次产品的供应，也就是炼油厂的产出物。2B 这个表格主要针对的是石化产品的交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需求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像我们之前讲到的一样啊，它是回流，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从 2B 再回到 1， 如果是有回流的情况的话，可以从 2B 再回到1去看一下。3， 表格3更多的是需求，也就是需要去计算所有的消耗行业，这种能源行业是 3A， 非能源行业是 3B。 表格4和5那么主要讲的是进出口方面的情况。然后表格6，这是一个新的表格，我们希望把这个表格以后也可以变成一种标准化的组成结构。那么这个表格讲的是炼油的一个容量，所以的话，如果能够去填一填有关于炼油容量这个方面的一些数据，对我们来说也会是非常有用。那么关于石油方面的基本的介绍，还有问卷的这个介绍啊，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有四点我想要再具体的谈一下，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点就是看一下不同表格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四和五表格当中我们计算的贸易，也是一次产品二次产品供应当中的贸易，应该有这部分。但是呢，它和其他问卷之间也会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的这个同事这两天已经做完或者接下来几天要做的这种介绍，它跟电力之间是有关系的。每次用石油或者用石油制品的时候都会产电，所以它在两个问卷当中的计算的方式都得是一样，报告方式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可再生能源问卷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生物汽油、生物柴油、生物煤油这个方面我们所受到的一次产品的情况，在可再生能源问卷里和在石油的问卷里都需要有所体现。我等一下会更多的说一下这几点。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凝结物这个方面，我们怎么做液化碳氢化合物，我们怎么处理。如果说它是比较重的硫酚，比较重的碳氢化合物，通常是把它放到炼油厂里面的，所以是把它们报告成作为天然气凝析液的一种供应。那么第二种去报告天然气凝析液的方法，就是说它是直接使用到硫酚较轻的一些产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直接使用自用的，或者呢被转移成另外的一种产品，转移成这种液体的汽油气液体的石油气。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里有 NGL 50千吨，它是转移了变成了 LPG。 LPG 的话呢是一个二次产品，它是没有一个炼油的过程，只是说把一种一次的产品然后转变成了一种二次产品。另外一点就是有关于生物燃料的混配，
这个在可再生能源问卷当中也体现出来，在左边看到的是可再生能源的问卷，要报告这个数量，把它放到二次产品当中，也就是和生物汽油、生物柴油相关的内容。然后你还需要把这个总量，把它报告在添加剂的问卷当中，从其他来源收入的这个选项当中。所以这两个问卷之间在具体汇报的内容和数量上需要做到一致。另外一点，在问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回流，也就是已经精炼了之后的产品，它又回到了炼油厂，变成炼油厂的原料。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一个虚线，那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这种状况在表格一和表格二 B 当中都需要汇报出来作为回流，那么在表格三当中作为消耗消费，能源非能源使用的消费也是需要汇报出来的。可以看到刚刚有个小点啊，这个它代表的是一些这种数量，这样的一个回流的过程。所以有一些情况是它没有回到炼油厂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只是一种产品的转移，如果回到炼油厂的话就会是回流。那我们再讲到石油平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到非能源用途的一个产出，因为我们希望总供应和总需求是可以匹配的。在能源行业和非能源行业当中，对于石油当然都是有需求的。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有关于石油平衡的情况。那么这是我们在收集石油数据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点，我想再简单的说一下。在 IEA 所获得可以获得的一些信息和资料，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很多的这个文件还有内容都是免费的，尤其是每月的这个阅读数据。而且还有一些更加精准的数据，当然这部分的数据是可以这个花费用购买的。此外的话，能源统计手册非常重要，另外就是 IRIS 国际能源统计建议也非常的关键，就是中间的这个文件。在 IRIS 上，国际能源统计建议里面呢，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所界定的一些最重要的概念，非常感谢。